八糟的，我开了，好吧，我很网差。连 WiFi，你的 WiFi 名字叫什么？我房间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 WiFi 密码叫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15665。晚上好。完了呢？还有呢？发发咪咪热热抖。拼音哦，嗯，哼，晚上好，大家。好长的密码。在吃包菜跟土豆，对，很长的密码。今天以后改成4008208820。GNG。笑死！哎呀，没说。没打对，我来。不错吧？背得很熟。五号之前的哪号？我刚刚去弄密码去了。等一下，你贺卡名字叫啥来着？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嗯，你们都要赶在国庆哪吗？这个是狼牙土豆，谢谢奶茶和狼牙土豆的包菜，狼牙包菜，花钱一下，谢谢。麦斯圣诞，你叫啥来着？点的那个 ID， 因为我手机清空了。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之前看跟闹哥出去点的时候，发他点的是他点了一分，我觉得很震惊。点了一份什么？对啊，狼牙土豆里面居然有包菜。嗯，对啊。好震惊，就应该有啊。对啊，但是确实看起来，那是很好吃。嗯，对，你快去看一下。谢谢。但我觉得 GIVING 还要再数一点。对啊，这是夜宵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吃晚饭吧。你呀。没想到吧？不吃肉，不吃肉，吃素。快去点外卖，不要先。谢谢女工歇劳潜水。怎么潜水了？没有吃播，你不要这么说。送100根棒子，他是不是啊？有这个。对。给我点外卖车。嗯。我吃的有点。哦，是。精。不辣呀、啊，当然不辣。狼牙土豆会辣？怎么可能？广州的狼牙土豆会辣？我家放辣椒了呀。呵呵。是不是我这里的水就是你从网线顺下来你的口水？怪吓人的。他说他流下了羡慕的口水。羡慕，嘴角流下了羡慕的眼泪。明天。你看我好数不清，如果你天天看我直播的话，谢谢 GIVING 花钱月下。Hello， 换个角度。对啊，没吃肉。看我好秃、哦。主要是我今天已经吃过肉，我今天点了一份那个叫什么？我点了一份，我点了一份，点了一份啥来着？我点了一份，嘿嘿，然后就吃了很多肉。我今天出了好多汗，你们看我头发，好像那种秃子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夫妻肺片不仅没有夫妻，还没有肺片。有肺片。没有。有。
谁小兔子？不要乱讲话。只是像，没有说我是。有，微信贝贝有。有牛肉。有牛肚，有牛肉，还有个透明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还是要调个美颜的。嗯。哦，还有牛筋。不错。对对，还有，还有那。可爱，我呢？头发都开始湿了，湿透了。今天跳了好几遍，然后就录完了。今天的我有点圆圆的。你去忙吧。嗨，你怎么哭啦？管它是不是假的，但是很好吃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已经擦擦眼泪。你怎么也哭啊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擦擦眼泪。等会儿，我还买了一大包板栗。那哥，你吃不吃？吃。放中间。你不要哭，谢谢 G I V I N G 叶蝶，喜欢叶蝶。幺蛾子。大家不要馋。悄悄的，今晚相遇这里。晚上好啊、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报名。为什么大家哭了？谢谢玫瑰花。板栗真好吃、啊。好圆啊！今天就是不甜。怎么会这样？太想我。你也想冒凉，给你闻一个。比比。你看他。不甜的哪好吃啊，不甜的要甜的才好吃，不能说不甜的好吃。营业怎么说，它好像不是糖炒栗子，毕竟我吃没有吃到甜。哇，眼睛发光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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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机儿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飞机儿，确实，看飞机儿，快看飞机儿，快，人家快坚持不住了，快看人家飞机儿，厉害吧？饿了就是厉害不？不要表演一个，就是、一直不吃，你这是在为难谁呢？为难你自己，知道吧？放手，不可以，你看，猫咪一般都不让别人把手放在他手上，可是他不一样，他可以随便放，随便放。这不香吗？你看，你看看这个板栗，它金黄，色泽金黄。对，太懒了。真有人。什么呀？看看这是来自于君君哥哥播的一个板栗。色泽金黄，口，哎，没吃呢。它每一个都，嗯，十分完好，还很香。嗯，吃进去却没有什么味道。好想抓一把白砂糖，没有虫好吧？放嘴里。谁的猫？没有猫，哪里来的猫？没有猫。这明明是狗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没有猫，这怎么会有猫呢？它不是猫，它是个人。别说这种话，好恶毒！我已经长痘了。它粉吗？它还蛮粉的这个。哎，我痘长在哪来着？对，我长在这，看到没？有点难以下咽啊。这个痘。君君给啊。你们卡嗓子，救了命！救了我的老命啊！呜呼，不会了。谢谢玩的兔子。看我头发流行，刘海像那个条形码，像不像？就是这儿，这儿有个痘，看到没？没有毛，大家。大家看错了。你们但是这个眼神不好，这个痘是为什么长出来的呢？是上次排哥把我排上火了。我想拆一下那个盲盒，我去拿一下。
顺便我换件衣服。没事，加帮我直播一下。拍到了吗？拍到了。你不要很震惊，他去拿个东西罢了，为什么每次他走了你就很震惊一样？哎，你别走啊，无人直播哈、啊。他走了，他可能是不愿意给替他直播。哎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其实没有买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卖家，就是我说我要买一斤板栗，他就给我称了20块钱。他说20块钱可以吗？我说我不，我就要一斤，虽然只有2块钱差距，他也就只是把三个板栗扔了出去，然后我就说不行，我就只要一斤。佛手柠檬汤哪好喝？我不能理解。看到了特效，对，没错。等会儿啊。对。流氓你，你是不是要来唱？看我唱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流氓，流氓。流氓啊流氓，什么巨大分歧，你看过来了吧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真是个流氓，流氓小流氓，小流氓上呀上来吧，上来上来哇哦，我好美啊，我就说怎么感觉自己变美了哦，这才是我真的该有的样子吧，眼泪都笑出来了，来了，对啊，我这周没来，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美颜，哇，他都有美颜哇哇，这就是网红猫，我哪里好网红吧，我今天白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这里没光啊，没光我就把那个美白开到最大了，我好像蛇精，我会吃它，你看这是我没开美白就很暗，就很黑呀、啊，然后哥不打光，去开个灯嘛。好的，你去开灯嘛。轮到你了，轮到你了，就是你，去开灯。爸爸，白可能是天生的。我太美了，我正美的不可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去拍照，不可方物是这样，是这个词儿吗？你戳到我两次了，我好卑微，我说很简单，哇，我好卑微，哇，哇，这是想从运动馆年限插入这样一个稿，哇，这真的是所有人都做出来的，我配拥有的美貌吗？看这是我配的吗？哇，真是太美了，我还没开完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一说话把我吓得，我把你开完，我开到哪了？下巴不能开。太好看了，下巴不能开，下巴开的太长了，锐化开的太丑了，幼稚，跟我上次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你一出来，我原本给你开特效，然后你一出来把我吓得一哆嗦，然后我就后面我就原本打算全开完的，然后你一出来又在那说完之后，我就手一抖抖就自己回来了。哎呦，这调回来的样子还好丑啊，还不如调回去呢。谢谢摩腾的兔兔和飘带。他这个开的什么玩意儿啊？给我开了一堆。这个可以，够白吧？大家，妖精，还我爷爷！那不换衣服了？因为我那衣服太不方便了，我那衣服直接开叉开到这儿。YZ 是什么意思？动不动他就会那个啊！我要开盲盒来着，我盲盒在哪？椰子、杨子，
两张，我后面墙一样。对啊，我就齁白。谢谢巧克力，喜欢吗？齁白的。哎，要不要把照片传出来？你给我看看呢。算算算算算，待会儿再看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娜娜给我拍的鬼图太多了。谢谢玫瑰花，太多了。不是，今天真的是就是大家没有好好打扮，所以就没有特地去拍照的样子，就我今天还特意去洗了一个头。啊、哦，你特地洗了个头，没看出来呀？我跟你说我在洗头啊。确实你，我到了你房间，你才在洗头呢。我还以为你洗完了，骗人！我跟你说，哎，就是那种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种人，就是。那个朋友约好了之后，然后说你到哪儿了？我下楼了。然后结果他还在床上躺着，就这种人，就这种人，大家知道吗？没有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厕所已经待了很久了。哎，你明明说你在吹头发，我真的是。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，我以为你头发吹干了，没想到那还没开始洗呢。我说他在干嘛呢？然后他们说你在洗澡呢。谢谢巧克力。然后原本说我只想说洗个头就好了，没想到你把澡也洗了。然后谢谢你啊。然后我直接进去把澡也洗了出来了。然后就在他房间坐了半天，也没有半天了，就半个小时。我天哪，你知道我头发好容易干，五分钟。哪里只半个小时？因为太少了嘛，是不是？少容易干，对吧？像我这种头发，你要很久吗？根本干不了。那是因为你接的。对啊，那也是。不是自己的头，当然干不了。那现在属于我啊，那没办法。我就是洗头洗澡一起的。他哪里只半个小时啊？他还化妆呢。我真的是，我终于知道那个男的等女的有多难等了。女人出门就是麻烦，还要化妆。你说你自己吧，我说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去出个门，然后我全程在那找座位坐，我真的跟个男生一样。他把东西给我，然后我就放眼。你也把东西给我了呀？是啊，然后你听我说完，然后我放眼望过去，哪有座位，我就坐下去。对，他真的哪儿都能坐下，我真的服了。他就连那个消防栓，那种就是那种防止车过去的那种那个墩儿，他就搁那坐下了。我真的。哎，要是我怀疑要是没有那些墩儿，你就直接坐地上了吧。最快啊，不是，我化妆最多就半个小时。无语，也太能坐了你屁股是长地上了吗？你知道他今天问我说你能不能坐地上，我说我当然人能啊。当男人。当然能。当男人。当然。当男人。当然。当男人。我也当男人，就是湖南人吧。你们福建人很好吗？我们福建跟湖南一家的，福建人，湖南人。那你的都是红凤凰、粉凤凰、红凤凰、粉凤凰、红粉凤凰、花凤凰。你嘴巴里面含着啥呢？红凤凰、黄凤凰、红粉凤凰。花凤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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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鲤鱼与绿鲤鱼，与绿鲤鱼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一起念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绿鲤鱼与驴，黑化肥挥发会发黑。黑化肥挥发会发黑，灰化肥发灰会挥发，黑灰化肥发灰会挥发。念得好，下次不要再念了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。别别别别！他们说师傅别念了，再来一个卡祖笛绕口令啊。那个卡祖笛有没有问你想听什么？他说跟我说扑通扑通啊。我说、他给你吹扑通扑通。我说我让他给我表演那个江南皮革厂。我相信不是，我说是可以，你下次给我带个鼓来，带个那个锣来，你一边吹我一边敲，又拿个唢呐来，你扑通扑通。哎，
他到时候那什么，他给我吹那个江南皮革厂，我就喊上边上所有的小偶像都过来看怎么样。我相信我们一定是中拍最靓的仔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嗨，晚上好。那说个说个什么，说个狼牙土豆，说个锤子。你说脏话。锤子哪是脏话？锤子就是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锤子手机？锤子手机是什么？你连锤子手机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就是看不起我们锤子手机。冷菜玩那个吗？不玩那个。江南皮革厂。锤子手机是谁来着？锤子手机，锤子手机是什么？罗永浩是谁？锤子手机不是倒闭了吗？他们说。哦，诺基亚。人家的名字就叫锤子手机，为什么？对对对啊，罗永浩的手机。那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断网了，我是不是断网了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对啊，那个打游戏的手机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对，圣诞节目就是绕口令，我现在练了很久。哎呀，被你们发现了怎么办呢？提前暴露了我圣诞的节目。好吧，他不是扬言要收购苹果吗？糟糕，哎呀，哦，叫锤子，好会起名字，这个名字一听就会火呢，果然火了，大家都知道。结果这个断网的人，哦，你也要吃土豆，哦，你也要喝我的奶茶。整个赛诗会，那大家一起一人一句吧，怎么样？哎，我们来对诗。锤子不是脏话，不要就是枷锁。不要说重话。我先说一句，锤子只是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就是一个五对下联。嗯，来一个。你不懂那种方言吧？快对对上。那种方言就是有些地方的方言就是锤子，对不上是不是？锤子，你说锤子哦，是吧？是吧？就是，所以锤子不是文化有限，不是脏话，太突然，这一点也不突然。你这个没对上呀，是吧？你是个锤锤，这多可爱！这你怎么算是可以是现代诗嘛？对吧？说成脏话呢？其实这个古话说的好啊。真的吗？我不管，它就是很可爱。有句古话说的好，你们不用说的是有句古话说的好，嗯，锤锤，哇，这个对的好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对下联。锤子真好听。锤子的寓意是什么？就是锤子呀，它就是那个敲钉板的锤子，说的敲那个钉子的锤子。呜呜呜呜，喵喵喵的秋天的奶茶。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。锤子的寓意是什么？就是锤子吗？你搁这儿呢？今晚咋开始对对联了？就是我们要发展一些新的玩法，知不知道？就是，哎，这么说，我觉得我说话还挺有用。哎，大家是不是现在可以玩乌龟汤啊？海龟汤，不好意思，乌龟汤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叫王八汤。下次叫王八汤好吗？乌龟汤，海龟汤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乌龟汤，王八汤。就那个，对，没错，就那汤。哎，大家懂就知道就好。有题吗？有题吗？有题吗？哥，乌龟还是不一样的。有题吗，哥哥？没有题，我根本都玩不明白那个东西。那我们还是词语接龙吧。词语接龙呗。接龙。接龙。龙。龙。海龟汤不是乌龟。为所欲为，不能为所欲为了。词语，成语怕你们暴露自己的文化水平，我们就词语吧。成语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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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暴露自己的文化水平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从十足军开始。军足十，好，你接下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名字倒过来，不行。不行，就是没有，就不算一个词。明年见，君临天下，看看人家，君临天下下到你了，怎么就到我不到你吗？下到你了，我这边
就是大家一起玩嘛，对吧？哎呦，到你了，下了。下肢位置。什么东西？下肢位置是什么？就还没到夏天是吧？对啊。置，置，静置了的我们，置你于死地。好坏呀、啊！你这个女人，坏女人开始上线了。地，快点地。地。地包天。天包地，天包天，天包地。地，他说下里巴人是什么东西啊？快点地。地。地。地板呢？地板，板板凳啊，凳凳子，子子曰，子紫荆花，这可不行。可以，谁说不行？你就不能子杰爸爸吗？我不，子墨吗？那个好笑，子墨吗？墨，茉莉花。茉莉豆奶昔，茉莉豆奶昔，西西西子，西西吸血鬼，鬼鬼怪鬼图，看了一晚上，鬼怪哈怪怪物物物超所知，哇。侄女，快，怎么了？你听到侄女？女，女兵，侄女，女兵，侄女，女兵，兵，兵哥哥，什么鬼东西？怎么啦？当兵的哥哥，可以哥哥，咱当兵的人，可以哥哥，可以哥，什么？哥哥。哥哥不行、嗯、我那都哥哥了，哥俩好啊，好啊，哇哇塞，哇唧唧哇，哇塞了，快塞塞，诺诺诺诺基亚，诺诺基亚，诺基亚不错，亚洲周周总周千羽，周马，周青雨，玉玺，喜，喜欢你，你，你好毒，毒，毒死你！坏女人，上一坏女人，毒死你！然后下一个你，你好，好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你玩赖的是不是啊你啊？好呀，词语吗？好久不见，这词语吗？好久不见，见见见见见见什么？见到啊，见到，道道歉，欠欠钱，欠钱，欠钱钱。钱包，包北，包北是什么东西？宝贝是吧？对，包，嗯，不可以是，怎么还带口音啊？不可以是那个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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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哥。贝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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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瘦，瘦，瘦子，子墨墨，说过了，子。子，快点！他们都说出四字的那个了，四个字的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？大山的大山的子孙哟，
子子孙孙子孙满堂，快点，到哪个了？你到哪个了？子啊，子接殿下。子，子曰，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乎，乎，呼吸，吸，吸乐，乐，韩家乐不是？乐，乐，乐，不思蜀，蜀。之轨迹，寂寞，莫，莫非，非，非也，也行，行吧，爸爸，哎，滚蛋！爸爸不是你，爸吃不住，留着他揍死你！我告诉你，叫爸爸，笑什么？今天白捡了一个儿子，滚！时君真是，真的是越来越这样了哈。吃点，封上你的嘴。好家伙，吃，谢竹桃的奶茶，秀色可餐，谁啊？谢谢山山左左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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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皮革厂，我胜了的意思。你什么？你赢了？我胜了。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爸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突然怎么会有人突然叫爸爸？因为爸爸爸，我说的是爸爸爸爸，知道吗？那个臭爸爸，臭爸爸，爸爸，你就是爸爸了以后。爸，我不管，就是叫了我的爸，就是叫了我，下次以后叫爹爹。你跟刘丽菲决斗吧。没关系，你叫他爸，你叫我爹，滚。史如君想当我想篡位是不是谋权篡位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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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。继承了吗？那别继承了，我可是当过皇上的。你还当过总呢。确实，谢谢巧克力啊。我想拆我的那盲盒。你拆在哪来着？庙啊。嗨，谢谢仙女飘带。吃你的。吃我的，一定是吃的不够。这孩子脑子今天不太好使。谢谢兔兔，谢谢巧克力。我也觉得脑子不太好使。几点了？盲盒每天上一档，档档不一样。这是妮妮的兔兔，对吧？我觉得榴莲就是最好吃的东西。榴莲儿啊，对啊，榴莲还不错。我是说那天那个没有榴莲味儿的榴莲，榴莲，榴莲没有味儿。他们说牛年，榴莲，榴莲就关。大家都在说榴莲是 L 开头的，牛年是 N 开头的。兔兔，你能不能改个名字呀？就是你这一段乱码也不好听啊。流连忘返，流连。南山王是什么？啥时候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拿。等我一下，我又离开了。猫山王，我当然知道猫山王是什么。哎，去哪儿了？那我的盲盒，帮我找找吧。哇哦，你怎么这么多的袋子？帮我找着了。
很多袋子是吧？榴莲你要吃多了就好吃了，可它真的很好。那也不一定，你可以吃烤的那种，那烤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冰了之后就没什么那个榴莲味儿。对，闹闹快回来，无语啊，喊十字军过来开美颜，你们真是。十字军开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快了，以后只能调个下巴。它是不是确定版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确定版。看，等一下，喜欢哪个？弄个东西。大家喜欢哪一个？看看呢。三，你是说这个吗？最下面的。那废话，谁不喜欢隐藏？我也要猜了，我看一下我最喜欢哪个。我喜欢小雪人，但是他好像有确定版。榴莲。啊，这是确定版，小雪人。我一直都没拆呢。啊，这也是确定版，对，这两个都有。室友的男朋友送了一整个榴莲，你白嫖了一块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这也是确定版，我就很喜欢，很想让我的大学室友去谈恋爱，这样就是他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可以感受到很多好吃的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是小蜜蜂。你这个为什么是跟谁说的？你呀、啊。因为他男朋友会给他好多好吃的呀。那你吃什么？他就会给我们吃啊。哦。但是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么多年了，我的、哦、这个好像我的室友居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。笑死。这是哪个？三个室友居然没有谈过一次恋爱，啊、这是那个就最恐怖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别的室友，别的室友都有那种就是。他们男朋友给他为什么有确定版粉丝团？然后我同学就得到好多好多吃的。那这个结果我室友，然后结果我室友什么都得不到，因为没得恋爱谈。然后雪人都有了，我现在就喜欢圣诞树。我的室友不喜欢我。直接拆开。是啊，寡王啊，我们宿舍居然是个，我们宿舍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，然后特别想在，我原本想特别想，他拿了一个那个小灯，那个叫什么？好看吗？那个对联还挺可爱，我差点买一副对联贴、哦这个、在我们房间门口，中间这个，名字叫做，还不错，还挺可爱的，真的、啊。哎，名字叫什么来着？我们之前有个群名保佑是圣诞树，我们之前有个群名叫做、这个好多好久之前了，我都没开，因为要搬家，我都不敢开。谈恋爱就踢出去，保佑是圣诞树。这叫什么？谈恋爱就把、就踢出去，名字叫这个。结果我们结果这么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我们四个人，是个北极熊，没有踢出过一次。看后面还有一只企鹅，群都解散了一次，都人都没走。企鹅啊，说到北极熊跟企鹅，我想起来一个冷笑话。你做三年饭，我的大学室友都是在干嘛？北极熊跟企鹅都在，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啊，不对，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冷笑话？都在吃泡面。你听过了，那就不给你讲。有没有听过北极熊哥？哎。你的味道有一点上头，好臭！哎，不是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？救命！有一点，你知道那种上头的感觉吗？仿佛吸了一大口。进过来。清凉油，就是、然后臭味的清凉油。北极熊住在北极，企鹅住在南极，啊、然后呢，北极到南极。不，南极到北极要走十年的时间，所以有一天企鹅就很想去找北极熊玩，然后他就开始背上的小书包，谢谢仙女，然后他就走。北极熊说：“快去采个粑粑。”然后他就开始走，然后我们企鹅就开始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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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走，然后走到一半呢，突然间想起来自己家。窗户忘记关了，空气都不清新了。然后他就
只能走回去关窗户，然后就绕回去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好关好窗户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再次出发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那他怎么还吸不到味道？20年了，他怎么不觉得臭啊？他终于走到了北极熊家里，然后呢，北极熊很激动，北极熊，北极熊，我还想去玩啊！然后北极熊一打开门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想跟你玩，你走吧。”是不是很可怜？然后我要讲第二个冷笑话了，你们怎么都不笑？我听你说下一个。北极熊，北极熊，北极熊说快去铲屎。对，北极熊说快去铲粑粑，空气都不清新了。然后第二个冷笑话是，企鹅有一天又想去找北极熊玩，然后他就又开始出发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走到一半，突然想起他家的煤气忘了关。然后他就只能又走回去，然后他又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走到了回走回自己家，又花了10年时间走回自己，又花了5年时间走回自己家，然后他又开始出发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花了20年，对，就是他，花了20年，又好不容易走到了北极熊家门口，他就很兴奋，很兴奋，很刺激，不是很刺激，很兴奋，很兴奋，然后又敲北极熊门，北极熊，北极熊，我来找你玩啊，然后北极熊打开门。我们去你家玩吧，是不是很好笑？又可怜又好笑的笑话打完了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我前几年听到，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，然后笑了好久，学会了。前面是那个我不想跟你玩，你走吧。然后后面那一次是，我们去你家玩吧。人在这儿呢，花了20年走到了北极熊家了。北极熊说：“我们去你家玩吧。”好好笑哦！可以铲屎了吗？好，我去铲一个屎。真的好臭啊！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还不会自己铲屎？我怎么闻不着啊？给我干嘛？帮我扔一下。你在哪儿啊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朋友们，再跟这个玩一会儿啊。嗯，太拉屎啊！确实。你知道吗？我上一次来他们房间，他也拉粑粑了，然后我跟他说，他就是为了欢迎你，就知道你饿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什么东西把我臭清醒了？我当时来的时候，我很困，我真的很困。然后坐在这坐着坐着，突然有个臭味从我的鼻子一直臭到我的天灵盖，然后把我臭清醒了。我说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我还以为是你们厕所炸了。没想到是他拉屎了，真的有一种厕所炸了的感觉。真的很恐怖。猫咪很可爱，猫咪很可爱，就是有点点的屎真的臭。对，可爱是真可爱，屎是真的臭。还臭吗？还冲天灵盖吗？直冲天灵盖啊！好了吧，不臭了吧？我觉得把猫厕所扔哪样才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，是为了迎接对食毒菌。他是第三次。晚上好啊，看看，真的很臭。哦，我有这个，就是你们把那种就是那个花露水，它那个清凉油，职业的清凉油的感觉换成那种臭，我觉得它这个臭味就好了。这个放羊的这个很可爱，我不想习惯，我真的不想习惯。还有
这种臭味都是我不想张嘴呼吸的那种臭。牧羊人艾丽，我们还在看什么？爸爸就好了，没有惨的时候真的很，哎，很可怕，哎，好可爱，是个画家吧？哎，不是，导演，导演，哎，导演找我拍戏，导演，导演，我觉得好像每个小区都有很多猫，除了我们家小区。我们家小区从来没有见过。看这个小喇叭，小喇叭，喂喂喂，可能是我们。喂喂喂喂，会抓猫吧？各部门听好，各部门听好，上岗了，上岗了，各部门准备。我现在鼻子都通了，你敢信吗？敢信，性感。鼻子真的通了，谢谢他的屎。那，准备开拍，吸得更。他这个关不上，鼻子堵塞的时候还不是吸得很明确，还不是吸得很。Listen while I sing, baby, baby。谢谢荧光棒，看我的喇叭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喇叭，不错吧？好大一个，这好像一个。这个喇叭还没成年就被我用了，大家好有意思。是很伤的。今天穿什么伤？一大心情。我现在觉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太臭了的话，好天气，我觉得自己嘴巴会尝到那种味道。穿上了，哎，什么词来着？今天穿什么伤？一大心情，好天气配上我的好运气。所以千万不要用嘴。穿梭在无尽梦想的旅行，这一刻散发魅力。今天穿什么上衣搭心情，好天气配上我的好运气，穿梭在无尽梦想的旅行。你下次就这一刻散发。大家都养猫了吗？难道这什么什么词来着？原来每个人都是有猫族。Listen while I sing, baby, baby。用我的歌声发出邀请。I am your singer, baby, baby。就我觉得哪一版的还挺好听。此时半小时守候不，面不羞，全都为你。忘词，就没记住。把这个套上。怎么会有猫咪拉屎？你看它这个，我真的还做了一个导演椅，好可爱。你们看。有猫咪拉屎，那粑粑不臭吗？快给我把它的那个粑粑。好大一个，好可爱呀！喂喂喂，各部门准备，岂不是很棒？各部门准备，北极熊和企鹅就位。北极熊、企鹅去哪里了？北极熊、企鹅，那北极熊跟企鹅呢？北极熊，哎。猫屎咖啡真的是用猫屎做的吗？这么臭，真的喝得下吗？笑死！它好像是让猫猫吃一些好的东西，让它就是不会那么臭。好像是有一个猫，他们去企鹅家里玩了。什么猫拉屎不能吃啊？找不着了。呀，好可爱！猫拉下来的豆子，就是拿那种麝香豆，好像是还是什么鬼豆。好可爱，你不觉得它吗？嗯，然后拉出来的粑粑能吃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待会让它拉一点。你的猫可能，你的猫，我你喝完就去世了，真的就事实啊。离开了人世。事实就事实，事实就事实啊，真的就。然后这个还有一个，我们直接拆吧。猫吃咖啡。对，麝香猫。对猫不好，那就别让它拉了。哦，哟吼，哦是姜饼儿，姜饼人。对啊，试试就试试。姜饼房子。我建议你的猫可以把屎味提出来，然后你的猫，就是那个高远的猫啊。就是你高远的猫可以把那个
屎味提炼出来，以后哎做那个专门给那种恶作剧那种，不是我说的是专门给那种高三学子晚上熬夜不神用提神用，吸一口醍醐灌顶。大妹，有没有高三的同学们？我免费把那个送给你们。他们说直接晕过去喽。不，真的不至于晕，不至于晕。我熏了两次，不是，我就闻了两次，真的很提神，是真的很提神。哎，真不错。以后要是睡没睡醒，我建议大家都来闻一闻。不必，那还是让我困着吧。不行，怎么能这样呢？高三学子已经够可怜，看他是那种划着那种雪橇的，真的好适合，就是他那个味道真是堪比清凉油，堪比清凉油。我要把盒子里臭版的清凉油啊，到这个系列我很喜欢，好像是很喜欢。看这个，如果哎。他们说每个都很可爱，一口气直接上清华。有没有狗屎咖啡？狗屎你只能用来踩，你不要用来喝好不好？这个猪猪还挺可爱。有人喝过猫屎咖啡吗？这个、真的好喝吗？请问熊还挺可爱的，然后还有绵羊，还有邦蜜喝过，还有企鹅，很香啊，真的。我已经有一只蜜蜂了，让我们猜猜看这是什么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不是蜜蜂，不是蜜蜂，有头悬梁锥刺股，今有啊、哦，我觉得是邦尼，兔子，肯定是兔子。耶，真的是邦尼，我有头悬梁锥刺股，今有邦尼，吸猫屎考清华，邦尼，邦尼邦尼，兔，谢谢兔兔。不能让我的直播间那些有味道的直播间。谢谢兔兔，为了迎接这个兔兔，你们给我送了兔兔，迎接他是不是？谢谢兔兔，真的，粉丝福利吗？罪魁祸首，你过来了，哦，他又要上厕所了，快把门关住！哎，怎么能不让人上厕所啊，石君，太过分了！我下次你要上厕所，立马把门关上。你要上厕所啊？我就弹出去了，哎，我没有弹出去，哎，我没电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没电了？我们能不能聊一点就是香一点的东西，比如说香水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也不是很懂，跟人家别聊了。冲上啦耶！猫砂不能吸味啊，不能吸，它不能吸味。嗯，看刚刚那个导演的卡。香菜香的，香菜确实是香的，我跟你说，香菜我觉得折耳根也是香的，折耳根我也觉得是香的。香菜有的人基因觉得它是臭的，就是有的人的基因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能接受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要安上去吗？嗯，暂时不用。我能接受那个，这是小雪人，我把它拆开。我能接受葱，我什么都能接受，唯一不能接受的是那个。你要自己上厕所。你一个野菜，臭豆腐我也觉得。小雪人儿，你们居然讨厌折耳根，不行。我可喜欢了，从小喝那个长大。我们家是凉拌，我们家是泡茶，折耳根。折耳根泡茶是什么什么东西哦？折耳根，折耳根只能凉拌，就是拿来泡茶的。我从小喝，啊，就是那个吧，鱼腥草是吧？为什么长不高？是不是鱼腥草？就鱼腥草。对呀、啊，
我们家从小就，我们家从小这个更好吃。我从小就喝那个。这个跟月饼倒是没必要。看这个，虽然我很爱折耳根，但是没必要折耳根。你家煲汤啊？那你一定是广州的吧？啊，你是广东的吧？啊，他怎么了？断了，断了个啥？断了个手。为什么我的雪人的手都会断啊？那你一定要尝试一下折耳根，万一好吃呢？是吧？东北人。为什么我的雪人的手永远会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喂，断了，我晕了。我也没有经常吃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不是我奶奶给我寄东西过来吗？我原本想跟她说，我说你不要给我寄那些，给我寄一包凉拌菜就好。我特别想吃折耳根。好，粘回去了，粘回去了，有手了，有手。虽然我自己也能做，但是。不要动他，他手断了。哦，好，笑死。但是我还是想动他，是吗？笑死。不是，我是还是想吃这个。吃啊，还是想吃别人买的鱼腥草。有人不喜欢鱼腥草。有人居然哪有北极熊的企鹅？有，刚刚有北极熊跟企鹅，不见了。北熊，北熊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凉拌的最好吃。北极熊跟企鹅，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北极熊跟企鹅。哪有企鹅？你看屁股呢？哦。鱼腥草也是包凉茶，我们呢也是。放不下了。对，要去企鹅家找，因为他们去企鹅家里玩了。好，我要再拆一个。让我摸摸看它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白的，它头上有个皇冠，是青蛙。青蛙，青蛜，果然是青蛙。我觉得这个青蛙跟我好大。郭老师，今天晚上我觉得哪个好看？我还没有一个正眼瞧过呢。啊，这个青蛙后腿还在这，好恶，但是怪好吃的。给，我今天有过这个系列的。给，就是玩那个。我以前会把盒子都收着，我现在再也不收了。我也是，根本就收不下。我之前装了一箱的盒子。发现那一箱的盒子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，收了一堆啊。让我摸摸看。但是我发现盲盒没地方了。啊啊，你们猜我摸到了什么？又是那个兔子。兔兔呀，一对盲盒的最终归宿是咸鱼，谢谢。刚刚这是盲盒。兔子要有一对才可爱。反正我还是不会卖盲盒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年买了好多盲盒，然后一直都堆在那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兔兔的眼镜，谢谢六的兔兔，有点丑。是吧，他眼镜有点丑。怎么是一模一样的？你这手我拆到了一样。怎么了？又不是我买的，怪买的人。兔子跟我有缘，确实先生跟我是蛮有缘的。机会了，我发现买盲盒还不如买游戏卡呢，一样的输掉，而且输的还快一些，游戏卡一下子就输掉。确实确实，以后居然得山区小朋友。这是谁的盲盒？山区小朋友哪要啊？对呀、啊，要来干嘛？干嘛不给他们一点有用的东西啊？对，你前女友也喜欢吗？怪不得是前女友的事。好悲伤啊！突然一下子气氛就变得悲伤了起来。看这个鹤米，好可爱。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看，好可爱的鹤米。PLD 是什么？拍立得吗？
可爱。哈利德还有盲盒，哪有买哈利德盲盒？有啊，我们剧场也买。哦，还送了只小猫咪，小猫咪咋也坏了？我就没有好的东西的。赫敏金卡好用，这都是啥呀？配件，还想不到这么锐的，给它插上它的魔杖，这么锐的吗？倒不必，看，不必带我这出来，我不喜欢。什么？他出我水着身体。哇哦！倒不必。哇哦！这个、我依稀记得某 就是有一个粉丝送了我一个我的水着的那个海豹大头，恐怖死我了，真的把我恐怖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可爱给了我一个袋子，然后我拿了之后喜欢送人头，我拿了，我拿了之后你们是不是都有在玩那个游戏？上车之后我们把车开了之后，我就开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吧，一打开我自己的水着配的，哦不是水着配的，水着大头那种海豹，我立马塞了进去。20年买过的公仔都没有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好，下次不要再送了。不买吗？你知道收到自己的水着啊？你不要送我，送我，大家送我水着的大头，高价收十足军水着大头的、那个，全身我要全身大头的那个，我要全身。那么恐怖吗？赫敏跟猫猫有关系吗？我不要，我要收你的，我的不方便啊，我的太性感，怕你。然后那个水族的那个大头海豹，我就直接压在箱底了。喜欢他，不愿意，此生不愿意再看见。我的你知道吗？以前我的看完，你看完我的之后，你此生更不愿意见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每次看拍完就是深血之类的，我还会去看一眼。水族的那一次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我当时想的是，这辈子都不想见到。对，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水族了。没关系，我见过你水着。我们那天去水上乐园，哦，大家都水着。哦，那个时候，确实。还去吗？去。那就是明天了。明天下大雨。前两天乔巴才去。旁边的是闹哥。感觉换了件衣服，好多了。舒服多了，非常不对劲。为什么？我好想去搓澡啊！别了，我真的很恐惧看到那一张照片，主要是他根本其实也没有显出什么身材。想，我超想去。这是整个脑袋，你知道吗？整个现在海报就这么大，暂时我的脑袋就占这么大，暂时去不了。很恐怖的、啊、那张照片。对，广州也下雨，广州还一块这两天一段地方一段地方下，就是这一段下，这一段不下，这一段下，那一段不下的。就它雨下降雨量很奇怪，而且它不同的地方下不同的雨，所以真的台风天，现在是台风天 吗？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三次升血是哪三次？手就是第一次是出道升血，第二次是泳装、哦，第三次是我最近拍的那一组那个有刘海的那个。每一次都会让天天晒得很窒息，这里也晒啊，但是它该下雨就下雨，该晒就晒、啊、那个刘海看得我直插人中，哪个？哦，不错啊，苏军真的那个刘海直插人中，好丑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这样，最近有台风。什么时候换公司照？我现在很想换公司照。你就别用呗。别用要被姐姐扣钱，不行。那我帮你 P。我给你换头。你用我的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对，可以的。我当时不觉得拍得很好。杭州30多度。我当时觉得还好。对啊，就公司照那个，现在就差身份证没有找到了。对，湿热就很热，很热。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出门，然后热的出汗了。怪不得之前姐姐不让我留刘海，我之前出道的时候，就是我原本想留个刘海的，然后姐姐说千万不要留，千万不要留，然后我才没有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留过刘海。但刘海真的是很
有谁是我圣诞要来的呀？没有想到我自己留着还这么奇怪。哦，还有谁要拿生祝贺卡？嗯，拜托不要太多，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我感觉我现在已经陷入一种，就是东西多到我要这样都学不会的程度了。别手，我准备开直播开到30分。刘海是个可爱的女孩子。那就有那你。那刘丽飞算可爱吗？有夜神，有 VIDGE 的，还有呢？还有，我记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给我发的私密。哎呀，大家都发私密，再给我讲一讲，好吧？我觉得他算是那种帅气，而且很清秀的女孩。我不太可以。哦，她是仙女，对，她是仙女。握手来，好耶！还有谁要来的吗？大家要来吗？加油！OK， 28给我发私信。她老公，谁不喊他做老公？没有票了吧？虽然但是，我昨天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朱姐在选歌。什么事情？就朱姐选歌，然后真的、啊、没有票了。我说你想跳什么歌吗？我说有一个歌是他改过的歌，真的这么然后快然后他说，然后我说你去看看呢。他先开始看了奶盖前辈的，大家有点卷，叫什么？海外的都没法选话啊。我想先看了奶盖前辈的话，然后我说他好像没改过。你就看看刘亦菲前辈那个三天假期就是编重新编过舞的那个话，他去看了，该改的也是重新编的。他一直在那说好帅啊刘亦菲好帅啊，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人不看过刘亦菲的舞台不会说帅的。他一直在那说好帅好帅好帅啊，他说好帅啊，看不下去了，不要看了，一直在夸他帅，根本看不进去舞蹈，一直看他帅，然后一直夸。怎么没听我说话呢？我听到了，刘海越帅吗？好帅啊！但是罗海越那个，我还想说，双行道，我第一次看双行道的直播，然后是到罗海越超分子的时候，在后面站的是谁来着？忘了，反正他一站起来，哇，大山围绕，群山围绕，站起来跟没站一样，站起来跟没站一样，他像坐在那的。对，后面是李珊珊前面和谁啊？反正他站起来之后就跟没站一样，小我当时想的是罗汉月，你知道罗汉月为什么帅吗？因为我们当时总选的时候，罗汉月怎么还蹲着的感觉？我们总选的时候，我跟石如君两个人站在那看他，谢谢荧光棒。对啊，罗老师就是对吧？我们俩像花痴一样的。对，罗老师就我们俩站到一点的矮，好帅啊！就是输在了有一点点的矮了。可以多垫一点了，多垫一点，月要触景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说过，他自己都，他一直在说我幸运观众，我也要说他，啊，你要说他幸运小妹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很矮啊，不是，应该说谁家的孩子？谢谢印度咖喱。印度干嘛呢？印度战神咖喱粥的干嘛呢？过来，过来。但是罗老师很真实，很真实，就是、什么很真实？不垫啊，他就不垫啊，不垫怎么写？就是因为他不垫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跟他跳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不垫，我忘了换鞋，哎，导致我跟他一样高，你知道有多尴尬吗？就是因为他不垫啊！你们两个还是有点差距的吧？不至于到一样高的地步吧？有啊，他不垫我垫就会一样高。哦，他不垫你垫了，无语了。闹闹比罗老师矮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也不用这样讲哈，那不是事实吗？那不是正常的吗？应该的嘛。
谢谢。我还想到一个事情，我想到就是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罗老师，罗老师上工也不化妆啊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弹幕，就是说，哇，罗老师今天终于化妆了呢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大家平时都知道他画的，他其实有画的。对，打个底我证明上工业。他还涂了口红。打了个底和涂个口红就上工业。那次为什么头发会缠一块儿呢？是因为姐姐，然后呢，我后面夹了一排的夹子，一束溜的夹子，然后他头一靠我的头，我想，哎呀妈呀，完了，哎呀哎呀，不好的预感了，感受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那口红肯定。